陈 Sir， 是，我已经叫同事在那儿试探过，但是我们进不去。闭路电视只能拍到门口的位子。我想你叫 SDU 的同事进去看看有多少个目标。OK，Thank you。动作快点儿。喂 ，Turbo。喂 ，Teddy， 你告诉我，你厨房在哪里？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。是不是兄弟啊？说不说？我就是把你当兄弟，才不告诉你，省得你惹上麻烦。那你的厨房是不是在打鼓里？附近燃气车屋。你找人跟踪我？跟你的人当然不是我，是 NB 被发现了。喂，你说的话是真的假的？我还要等你借货给我，你说是真的假的？小心一点。喂，SDU，MB 已经准备就绪，你们可以随时 action。有没有看见 Teddy？ 现场找不到 Teddy。全都押上车。